为着要促进社区甲学校的连结，大西乡溪顶社区探着国际节的来到，特别安排社区时段来教上德国小的学生囡仔学爸爸掌。这大人囡仔做会动乐，唔那时段欢喜，学生囡仔嘛会当学着传统的手艺。吃白虎的肉粽，除了会给囡仔早顿去吃以外，也会分散各附近的弱势民众，用快乐分享的心情，邀请大家做伙来过过日子。现在真侪社区办活动，拢会配合附近的国小，和长辈甲囡仔做伙同乐。今仔日大西溪顶社区就邀请附近上德国小的学生，趁着肉粽节来到社区做伙白粽。自己有什么感觉？就是感觉他们很好。怎么好？他们会有那些教我们怎么绑粽。哦，那绑一绑，你现在会了吗？还是不会。还是会了。帮我讲一下，说我今天来跟阿妈一起包粽的感觉。很有趣。他觉得阿妈他们人怎么样？很好，就好，怎么好？因为他会教我们怎么做。虽然啊，那你学会了吗？还没。社区存在的目的是提供老人一个休闲开讲的所在。现在透过节日，和囡仔和长辈接触，互相学习，那是多快乐，也有传承的意义。啊，这囡仔做会绑，感觉安那？囡仔目睭趣味啊，伊一定叫我改呀。哦，我给囡仔改哦。有啦。等讲互相活动加趣味啊。啊，囡仔吼，读拄我迄个，迄妹妹佫真爱认真学啊。啊，你几岁啊？九十二。那想要来这参加这个活动，哈哈，都全场听说老人啊，我有说老人做活动啊。哦，真感动的一点就是，这个长辈全部拢是自愿来斗三工，肉粽送给弱势，今年也包了差不多2000粒的肉粽，要送给不方便出门的长辈，大家互相照顾，非常甘心。阮伫这咧办这活动哦，是拢老岁啊，疼惜老岁啊，为着要贡献出老岁啊，互伊的生计生活。较好安定，我老岁仔也疼老岁仔。我每一年拢绑2000多粒的肉粽，拢去供给跩庄里老岁仔袂行的、袂出来，分食。社区除了会当作为休闲的场所，最主要是甲大家招出来联络地方的感情。经过一摆活动，相信对囡仔和士大来讲，拢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